直播可爱三连拍，是啊，很简单的，一、二、三，还有四，还有四，四，对，啊对啊，啊还有一个抓头，啊、抓头，还有五，还有什么？哎呀，很无聊，很无聊。粉丝许愿三连拍，柯文哲一次来一个五连拍，没想到新年愿望越来越失控。我可以脱离单身狗的行列，这个自己去努力吧。希望能脱乳，我已经单身18年了。这个很奇怪，他单身18年是从几岁开始算起？我单身，曾经有单身18年过，我单身到30几年了。单身狗来求救，柯文哲给超残酷答案。粉丝想听 rap， 他直接唱一段。To the rising，to the rising，to the rising，怪怪的，怪怪的。怪怪。阿北风格唱歌照样吊拍，回应粉丝怪问题，顺便爆自己儿子的料。父亲别逼问婚事啊，市长你会去问你小孩的？其实我也是很想问的，连我都想问了，你爸爸当然一定问了。我问陈佩琪，我们儿子有没有女朋友？先有后婚了吗？IG 开放许愿，一下涌进上万个愿望，柯文哲挑重点回答，答案也很强。选台北市长。好，是啊，孩子，不要折磨自己好不好？不要便不便秘，不便秘很简单。有什么样的来？多吃纤维素就可以了。多吃纤维素，夏天吃凤梨啊，冬天吃高丽菜。跨年倒数前开直播，柯文哲逗乐一票网友，只说内容比跨年晚会还精彩。三立新闻帮播风谢孟哲台北报道。